大渡河。哇，还有一艘船啊。这是得排队买票吧？还是？啊，这有一条路啊。桥面最大承载100人。我就不去马路对面了啊！我就不去马路对面了，行，就这意思。这桥最大承载量是100人，是吧？刚才我们看前面介绍，那个介绍啊。大渡河，哦，这是那救生船是吧？啊，人这边做的挺好啊。我们最多就能下到这儿了哈，上面有几层，两层楼，两级阶梯，两层台阶嘛，是吧？别这么咬文嚼字呢。啊，人这是那个救生船，这做的真好。大渡河这水看了吗？这水流速度肯定不慢，哇！走了，请坐。